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東涌影媽會分享的 Mandy Wong， 今天同大家来到東涌南天海岸第二期影岸同一个低层 F 单位，实用面积为539尺，开积为一个两房单位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一入到大门口，大家可以看到左手边就会是厨房和洗手间。厨房设有 L 型厨柜，上下都有装设，储物空间非常多。至于旁边的洗手间，都是一个光刺的设计，通风十分良好，不需要怕春天会潮湿。出翻嚟客厅，在客厅的右手边就是其中一间睡房，同客厅一样望向南的山景。右手边在门后面有位置可以摆设一组大衣柜，就算四门衣柜都没问题。出翻嚟客厅，行去露台呢一边。踏出露台之后，可以见到遥远嘅翠绿山景，同埋右手边东汇城。至于嚟到主人房，同样地，三个全屋嘅窗都系向呢个南面。而左手边门后面一样都有个大衣柜嘅放置位置。见到呢个向南山景同金狮井嘅开积系咪好心动呢？如果有兴趣嘅话，欢迎联络我。我系影媽会分享嘅 Mandy Wong， 多谢。